喂，爸。啊，儿子，你到哪儿了？我刚下车呀，你搁哪儿了？啊，那行，那我把位置发给你啊，你赶紧过来吧。就这屋了吧，315。你看，我还那档次上来了，玩的这么花。爸，我来了。还有什么？来，帮你们介绍一下，可惜这个好。你好，爸。啊，这门亲事我不同意啊。咋回事啊？哎，这小子回来。我就是不同意。哎，给我回来，回来。你别拽我。怎么的呀？给爸个面子啊，就这一回，行行，咱进屋好好说话啊，行行。行，就这一回啊。来，进，来看看媳妇吃啥给我点点啊。谢谢。我想不到你是这种人呢。我哪种人啊？是，咱俩是分手了。但是你不能要当我后妈吧？你看看我爸，他都60了，你咋这么不要脸呢？谁说这样啊？不是子欣干啥呢？妈，他闭嘴，你坐，你也坐，孩子。嗯。认识啊？你俩还以前认识啊？我是不是告诉你出来提收敛点？不好意思啊，孩子。没事，姨，我都习惯了。你习惯了？没事。爸，你回家呀？你啥家回我呢？对，回家。别别别别别。咋的了？回家，我回家呀。回咱家呀？啊，你傻儿子，咱哪有家的呀？咱家房子呢？房子卖了呀。那钱呢？钱炒股票赔了呀。棺材本都不剩了。那你看，就都赔了。你这奥利给呀？这哪屋是厕所？哎，这屋。哎呦我！妈，老妈。哎，你听我解释。哎，别揪我耳朵。哎。哎呦我，你被掉了。哎。过来。哎，我给你擦擦。你真是一点没变呢，手劲还是那么大。闭嘴吧你！你以前也是这么给我擦呀？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那个，我啥也没说，我回去睡觉了啊。什么事儿啊？这呀，爸，你咋搁这儿了呢？你大半夜不睡觉干啥呢？我跟你那啥，我俩吃撑着了，溜达溜达啊，到房子客厅啊。你俩聊，你俩进屋聊啊。这咋回事啊？